就会给他做头。苏都牧师啊，对头路国哦，头路国对啊，华人那边吼，安、哦、尼一路挑挑来到其咱的中间，嘛是咱今年的总会议长吼，啊要请总会议长去教会讲道吼，是真困难的哦，总是已经怀疑的人，咱中间啊，咱啊苏都牧师给伊鼓励一下吼、哦，感谢伊当各种的教会啊，伫安尼领导下面哦，到今年四月总会煞伊才交班啦吼，才交班吼。啊，今日咱嘛真欢喜，啊，看见讲啊，田良公张若昀夫妇吼，啊，两位伫咱的中间来，请恁站起来吼，对、哦、美国转来吼，啊，二十二吼，特别都等于美国的所在。啊，这边呢，因吼啊，为着这个228吼，因都等来到台湾，啊，屏东中的台湾，啊，投入过中，诶，啊，这个啊。台湾路开了吼，路开中个三个中个伫屏东啊，诶一个啊纪念228诶一个活动音乐会啊，因需要请伫迄个所在啊来演出吼啊，回应足好个啦吼。后来啊伫台中公益行动教会啊有邀请因议员伫遐啊来分享，所以今仔下晡伫因要离开台湾以前呢，
啊，伫咱的教会啊，尤其伫二八的纪念碑头前，这是一个真啊特别吼、哦、啊，咱实在是通纪念的一个日子吼、哦。啊，咱欢迎因夫妇吼，伫、哦、咱的中间较等的因啊，要演歌吼、哦，演舞啊，要唱歌戏吼、哦，啊，都有演讲吼、哦，咱欢迎伊伫咱的中间吼、哦。啊，今日嘛真欢喜看见有真侪朋友吼。哦来介绍啊，搁带咱新南医院的纪念主任吼，啊，新南医院今仔哇特别今仔，所以讲我说讲今仔节目特别济啦吼，啊，即、这个新南医院，新南医院每一年的三月的第三礼拜，哦，就是今新南医院纪念主任啊，这边呢吼，这边啊特别派刘和杰好掉了吼，刘和杰同学吼，新烟系一年吼，啊，伊甲咱的关系嘛真深吼。伊叫陈汝全牧师叫阿姑啦，吼、哦、啊，所以吼、哦，所以啊吼、哦，就顶落教会看来看去吼、哦，啊，拢是这个韩志林吼，啊，肉头吼、哦，肉脏肝安尼吼，看过来看过去，所以吼，无定咱内底教我看看哩，等下过我亲戚吼，吼、哦，即咱哩教会就是安尼，介古锥吼，介古锥，咱欢迎伊，较等下等甲恁报告吼、哦。啊，你即嘛看到黄春生牧师伫咱哩中间吼，济、哦、南教会啊，黄春生牧师呢？啊，阮即马伫济南教会，阮有办一个叫做处境查经，哦，处境查经班，啊，国会的一寡助理呢，啊是讲有一寡青年，啊，咱嘛有一寡教会的长辈，哦，啊，这个处境查经班吼，介趣味哦，哦，介趣味吼，咱若有机会咧，差不多就知影拜一下暗六点半，啊，大家若正经查咧到底吼，拢到八点半唔煞啦，拢会到九点哦，甚至搁较晚吼，因为太精彩了吼。啊！你讲黄啊，查经头有啥物好耍？教会一般的查经拢是牧师咧讲啦，会友无咧讲的吼。这个查经无同款哦，大家拢爱讲啦。啊，所以呢吼，啊，阮有将查经每一段查经了后的记录拢记录起来，啊，准备后个要出册哦吼。这是台湾第一班的叫做处境查经的方法。啊，咱记来讲会通带动啊，因为安尼，所以伫教会公布，啊，恁所有看过两摆。我毋知咱有注意到无吼，啊有一个咱的朋友，伊讲伫国外广播看到啦，啊然后就拍电话来问讲，啊阮台南吼嘛想要开一班啊啦，哦，但嘛想要开，我但要开真好啊吼，你若要开牧师吼，会当落来甲恁说明吼，三点钟啊无定人台南嘛嘛有人会要带吼，啊总是就是讲看到伊感觉真好吼，因为查经其实查经毋是牧师的工课啦。哦，咱大家拢会读圣经，啊，问题是讲啊，这个方法变啊，透过无同款诶多元诶每一个人啊来参悟，啊，伫遐通过每一个人伊对伊工作诶经验来回应圣经。哦，圣经是纸本，但是安那，但是上帝话是活诶啦，哦是活诶，啊，阮伫遐得到真侪，所以阮拢嘛咧学习，虽然阮参悟伫咧查经班吼，都是阮嘛咧学习，或者是拜案吼。啊，那么看到今仔日咱的啊，教协委员吼，咱的啊阿凯吼，阿凯嘿是义工教会吼，啊带领苗栗今仔日甲伊的长老娘吼，两个人特别伫咱的中间吼，吼啊后壁面了吼，今仔做些朋友吼，后来吼张牧师吼，张牧师伫我头前这个上古锥的吼，张牧师吼，伊啊这个黄忠辉牧师的传记，黄忠辉牧师的资料就是拢伊吼伊来整理。啊，是安那这个才重要呢？因为黄忠辉牧师就是带动台湾处境化神学的第一位啦。哦，因为伊的处境化，今仔日啊，阮遮咧军队的人咧，阮伫台湾这个所在啊，阮遮有处境的这个圣经研究班咯，啊嘛有处境的神学吼。啊，我是对王义帝牧师读的，啊王义帝牧师是黄忠辉牧师的学生，所以黄忠辉牧师算我的师公啦吼。哦，安尼哦，爱专门咧写阮师公的传记啦吼。OK 啊。这位你安怎称呼？安牧师娘吼，是嘞是嘞是嘞，哦，是龙牧师娘吼，欢迎你伫个咱中间吼，来啊后边再过来，这位什么安怎甲你称呼？我你的学妹啦，我英芬。英芬啦吼，李英芬吼，姓李是无？姓名姓？我姓李嘛吼，名我知影啦吼，但是我。可能是不蛮那个吼 ，OK， 请你来吼。啊，这位姊妹，好、哦、朋友吼吼、哦，今仔天吼，嘿，咱那个龙宫遐今仔嘛找些朋友来吼、哦。啊，后壁面这两位，
什么人？哦，往是阿姐姐夫吼，是嘿。哦，阿娘教会吼，是咧，我拄甲你认着另外一个人嘿。因为迄个是阮伫阮哥华，伊拢来转来拢会参加礼拜，啊，你介幸哦，向看到足共的，伊个地无啊吼，欢迎你哦，欢迎。哦，我听起来较袂假啦，无地无地无啊，就足共的吼。来后壁。哦，表哥啦吼，黄志忠的表哥吼，欢迎你吼，欢迎啊后壁面吼，来后壁面来介绍一下，后壁来是咱个礼拜过吼，今仔个出现吼来。嘿，你甲恁左边，嘿，恁两个。老人分教授啦吼。你唱歌戏，唱到伊写的歌吼，你看台湾吼，你嘛想讲歌戏吼，拢是迄落敢若杨丽花因咧唱尔吼，其实民间都常咧唱啦吼。OK， 好来，啊，这边只。好来，你。这像咱教的张乐哈，张乐名下面陈金啦哈，伊天和，啊，伊天和哈。啊，我下面的熟悉是阮后生吼，转来参加迄个爱乐台湾旅行啦吼，啊，去因做 host family， 啊，受到因真好的款待啦哈，啊，阮全两家然后变做好朋友安尼。啊，这位苏先生啊，阮伫洛杉矶也熟悉的朋友，啊，即摆退休，啊，唔在住伫多少，我唔知，那你住伫台北个新店啊？你看，欢迎吼。啊，咱今仔嘛看到阮个教社部个部长吼，啊，我来蔡三名牧师哦，蔡牧师个精神吼是值得咱大家学习啦吼。蔡牧师连续两日甲阮教啥物会呢？教叫做肌力吼，就是鸡巴个力啦。吼，咱啊到年老个时吼，鸡巴毋是叫鸡巴吼，是咱个人个肌肉吼，肌肉个力吼啊愈来啊，所以教老大人伊肌肉骨力。所以定定跋倒，吼！啊，伊专门咧从事即款，伊是牧师，总是伊有足济吼，伊嘛不伫咱个教会做去见证吼。伊是迄个举重，吼，全国举重吼，较早拢得金牌吼。啊，又个一个叫做健美啦，健美先生啦吼。啊，健美先生即摆过来过一项个全国个拔河世界个冠军拢伊教出来学生啦。哦，伊对。对迄落对举重、健美啊，到拔河啊，即卖呢，即卖吼除了教学生去拔河世界冠军以外，还佫伫咱个啊乡联啊，凶中心伫遐咧指导甚物货，指导一挂老大人，亲像讲伊已经袂行路个，啊袂行路，你若无互伊无叮当吼，伊愈来愈袂叮当，啊所以伫遐咧指导啊，伊连续呢，昨昼日连续两工，一日拢上八点钟以上个课，伊家己一个哦。啊，我想讲，今仔可能吼，上天可能无法度过来吼，啊，总是咱感谢伊吼，今仔为着这个事工，伊个来关心吼，啊，蔡牧师是我足好的学长嘛，是我的同工。我伫中基咧实习的时，就是伫咱台北教会伫遐实习啦吼，啊，跟牧师到我身边学习足济吼，所以真感谢今仔来伫咱中间。好，咱这个时，咱就别来平凡心，吼，这边再有一个朋友吼，请你无要紧，请你来教阮坐无要紧吼，即公开。哦，这个场所吼，这个场所啊，这间教会方便就是无门啦吼。哦，啊，所以你随时吼，所以顶回有人带狗来遮做礼拜，狗我嘛甲介绍呢。哦，因为来就是拢上帝的家己啦吼，拢是上帝的百姓啊，所以这是公开的一个场所。这个是咱安静咱的心啊，咱来陪伴下晡的敬拜啊，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想你主管感谢你，予阮遮尼好个天气，特别通过伫今仔日，阮做些人早起时有伫教会来聚会，总是下晡个时阵，阮陪伴阮个心来到伫公园即个所在，因为遮是上帝你所设立个教会，伫即个所在，阮确信上帝你个神伫即个所在，甲阮三个伫底，你要甲阮做伙做工。主管感谢你，即七年来。你带阮的教会对阮真弱势，一步一步到今仔日，阮已经慢慢勇壮。阮伫上帝你面前要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予阮有最最兄弟姊妹愿意甲主三同行，愿意甲主来建立一个上帝你所祝福台湾上帝国的一部分。予阮伫这个所在通追求有公义、有怜悯，予遐上软弱的人。会通得到帮助，
和遐个上界无五万个人来看见五万，祝愿感谢你的稳定。那今仔日，愿感谢你切见你的萝卜，速度牧师，阮的总会议长，伫真无闲的中间，伊花时间来到伫阮的中间，要甲阮分享上帝你圣经的话。我来感谢你设立台南神学院，伫每年的第三礼拜，正做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来培养你的工人来服务伫台湾这个社会。我特别感谢你，切见联龙公长老因夫妇对远远美国的所在，当个到伫台湾，继续伫关心这块土地，也要带予阮对这块土地未来的关心甲盼望。愿上帝你保守阮今仔日所有的智慧。那阮伫你的面前，阮也要恳求你，有时阮做无到的，阮看家己比别人较高，阮骄傲，不要谦卑；有时阮看见别人的歹，阮只有会要批评，阮不要得谦卑伫上帝你面前。所以，阮伫这个时阵，阮又愿要用主教习惯的祈祷文，谦卑来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事情来服阮，下面阮的高呼，亲像阮了下面高呼阮的人，无伫从阮入伫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阮的阳光拢是伫所有代代无尽。下面，咱要先来看上帝话圣经记载伫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也要请毛叔阮兄弟也来共读圣经。这段圣经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予你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你，予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予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予因。”就做你的，我要接罚你。地上万族也因为你得到福气。亚伯兰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就去，罗德也甲伊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七十五岁。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甲伊的弟仔罗德，以及因伫哈兰所聚集的财物，所得到的人家，因就出去，要去迦南地，因就到迦南地。亚伯兰经过这个地，遐个地，到伫示剑的所在，到摩利的长丘。彼时，迦南族要大地，要我对亚伯兰出现讲。我要将这个地方赏赐你的后裔，伊就伫遐为着对伊出现的妖花起一座坛，对遐伊刷到彼得利东西的山，大布边西西是彼得利，东西是爱，伫遐为着妖花起一座坛。求叫妖怪名以上。多谢。这是啊，咱有诗班要来献诗，献诗五百七十首哦，在咱的直播内面读哈。啊，咱请诗班哦来伫这个所在哈。啊，所要吟的诗是祝上帝，我坚固就盘。Oh, no.
今日报咱真欢喜，邀请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啊，苏杜达达牧师啊，伫咱的中间啊，伊要用圣经话来勉励咱啊，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伊的信息是建立祝福的生命啊，咱邀请苏杜达达牧师来